那所以今天你要来干嘛呢？我今天就来，就是他以后能够，就是改变一点，就继续过。要是改不了，我们就过不了，我也不想过了。你啥态度？我尽量的改嘛。这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我有一天也改不了。哦，那你要改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要改什么呢。 反正他讲的这些，我觉得是吧？你既然你说错是错了，那我肯定是错了，对吧？啊，我也和你去争辩没有意义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我错在哪里。哦，你还不知道你错在哪儿？是啊。他就每次吵完，他就是跟你这样争辩，啊，他感觉好像他一点事都没有，他是对的，他就是这样子的。哟哟哟，吓我一跳。<笑>这两步小跑啊。 在家也这样是吧？是的。弄哭了，反正就一哄，哄完之后再继续这样的日子，是吧？就一直我一直也有，就是冷啊。我感觉我已经冷了这么久了，七年了，我感觉再冷下去，我觉得我自己都会崩溃，我就感觉过不了。这个生活里面就是这样，看起来好像的事儿都不大，但是所有的事儿堆在一起，对，这个情感当中总有一方觉得自己被忽视了。 被冷落了，是吧？而另外一方还浑然不知。我问你啊，我问你几个事实，咱不扯了。你讲。你夫人说你经常出去喝酒，而且一喝就喝到凌晨两三点、三四点或者四五点，是还是不是？曾经，是还是不是？十一二点就回来。比以前稍微少一点，有还是有，但是三四点可能就是两点一两点。一周出去喝几回酒啊？一周哈，基本五六天吧。 啊，五六天吧，那不就天天在晚上在外头？就在楼下呀，没多远啊。然后白天您是睡觉对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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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也是以前。现在呢？现在白天我也上班了，也做微商，我白天怎么可能睡觉呢？哦，白天在家吗？在家。你们俩白天在家的时候有交流吗？没有。各干各的是吧？对，他玩他的手机，你要跟他讲话，他也不会怎么样。是还是不是？是。 那就说这两个共同生活在屋檐下的人，基本是没有交流的。对，是的，是还是不是？啊，是。啊，你自己觉得你冷落他了吗？冷落没有吧？您觉得先生冷落你没有吧？冷落了。这个主持人，我要辩解一下，我老婆呢，文化不高，真是能抬杠。我说我这个嘴巴在外面也是人说会道的，我一回来看见他，我就哎呀。他在外面，我们我就淹了，我就人整个人就没劲了，知道吧？我看见他，我讲了三句话以上。 我就感觉我这辈子栽在他手里了，<笑>真的。而且他叫我来，我是非常不愿意来的。为什么呢？我发自内心的，我对他没有什么意见。但是他就可能对我是满肚子情绪，所以我就觉得是吧？他可能觉得我嬉皮笑脸的。所以你觉得你的婚姻还行，对吗？我觉得非常好啊。打分的话，你打？打一百分啊。你打多少分？五十。五十可是不及格。对，不及格。所以这就是问题。先生觉得是一百，妻子觉得只有五十。 你问他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大的冲突吗？最大的冲突来自于妻子觉得丈夫冷落了她，而丈夫觉得我很好啊。这种大的反差背后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老师们来分析一下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刚才开场的时候，赵春老师说七年之痒这四个字，是为你们的故事的一个注解。七年之前，我们谈恋爱时候的热烈浓郁。 七年之后都变得寡淡了，很多人在婚姻的时候，七年是一个大的坎儿，但你们两个显然感受非常不均衡，男士觉得根本就不是个事儿，女士已经委屈的梨花带雨了。刚才在问说你能改吗？能改？你觉得哪儿错了？您也不知道哪儿错了。对，第一，不陪她回娘家就是错。 你会让他觉得他在这个家庭当中不受重视，我的娘家不受重视。
激起一些波澜，婚姻就可以顺利的走下去。多多的陪伴，陪他们出去玩啊，带孩子经常出去走一走，重拾你们过去的温馨，而不是整天的在抱怨，然后又不知道如何去处理，找回到七年前的爱和心中的悸动。我听到你刚刚说了一个字叫忍，很多人在婚姻当中都是要么忍要么残忍，你们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。七年之痒对于你们来说就是回家好好的自己挠一挠，好吧，祝你们幸福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